So the路没得那么夸张的，只是不方便。嗯。只是感觉有点不方便，不适应嘛。哎，照理我说他是三天包一次的嘛。你也可以三天来换一次，但是那种要痛一些。要痛一些、啊。嗯，你指拇多可能遭不住，等药效过了再换要好一点。我说三天换一次。那个小脚这些可以来给你包包，随时来都可以。可以吧？嗯。那明天过来。明天过来。不是，照理说他应该是包包了的一切，还有包脚。他说1000-1600块钱的嘛。脱脂啊，那本来就是包到一起的哒。嗯。脱脂啊，这本来就是包到一起的。哦，他是150一个。他十根。你去你们家整的，你从单位。嗯。我看到我发过来，他说他已经整好了。好像很久就没来护理了呀，他这家。哎。他这好像很久都没来弄了呀。他说整好了。嘿，没我发过来，他说我发过来。他们就包这个脚必须要热天，不然冷天不方便。
看个人吧，反正冬天夏天包的都有。你包了，你孩子塞不进脚的哇？那包不得好大坨嘞。我想象的是好大坨。就那个创可贴贴上，没得好大坨嘞。那每天晚上不能洗脚啦？你洗脚要把药打湿的哇？那还拿胡萝卜热的？只有拿那个湿帕子嘛。我们两个人来包的房子，你就自己家好不好？还是有啊？有，我们两个人一起泡脚，后来就全部都穿了脚。哦，你两个人是？冬天的时候，两个人整盆盆泡脚，看电视那些。到时候来看。生活家是他选择，之后才跟我成婚去。啊。我们要住，我们要两个人一起。要是肯定会去做。所以我加你微信，微信你说。要的。你这边太严重了，早就该弄了。那包了都几，小整了几个月，那以后慢慢慢慢自己还要擦药呗。肯定要擦啊。好了以后还是擦嘛。好了以后至少得坚持擦两三个月。擦三个月个。这个是把你晒得金条了。